嘿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蓝，又到牌主教时间啦。今天这个牌主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星爆马桶皇，这个陈赛在这个版本又再次回来啦。那这张卡片呢现在在本次对战里面，如果你已经进入战场的指挥杆卡片为10张以上的话呢，就让这张卡片直接招到场上，而且让它进化。那进化之后呢，它一回合可以攻击两次，同时它是需要被操纵了，只要指挥官从这入场的话，他就能够打10滴就对了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整副牌我们现在就环绕在这个东西上面，我们必须得要做大量的这个指挥官的从这入场。那基本上前面就是一直铺、可以看得到我们整副牌只有两张卡片不是指挥官而已，就是边境的见习骑士。这张卡片毕竟你可以前期可以叠协作，然后可以去做这个抽率上来，其实算不错。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艾丽卡，艾丽卡最后一个版本呢，我们还是一样把它放满。它在陈赛七八腾跳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还是蛮有效果的。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大量的扑跳出来的这个绝灭士兵长，他也是指挥官哦。基本上前面就是军事猫、小队长、枪士、武器啊，看得到的东西全部一直丢，然后路米亚斯法师进化拉二飞进来，二飞或一飞进来，继续扑，甚至我连双剑骑士这张其实不太算太厉害的卡片我都放进来了，因为中期六七这两turn的时候可能会有机会用得到它。那基本上看看能不能六费的时候跳士兵长，七费再跳一只，这样八费一定可以跳君主城塞出来。我曾经有打到最舒服的一场，就是七费就跳君主城塞，但讲实在的，没有这么容易啦，就有难度有一点点高哦。七费跳出来有一点点硬。那七兽的地方我们就去找两费的指挥官，应该说一费跟两费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丢，尤其是小队长、枪士，然后跟两个一吧，这些东西都弄完铺得到10之后，其实战地传唤也可以帮我们再拉其他的指挥官进场，算是相当舒服的一整波操作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实战来看一下这副牌打起来的感觉吧。ことさえ許しはしないわ。虚構、真実、どちらがお好み？ OK， 我直接全流了。一费我们都军事猫，两费枪士，三费看有没有其他可以打，四费进化卢米纳斯，直接热血开扑。该做的全部应该都没有问题。啊，机械。它是进化屋吗？三费整啦，三费想干嘛？你看我们现在手上这边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已经有六次了嘛。这东西是我们能在
想一下哦，士兵进场。巫师二打三，想打这个欸，直接做这个好像好一点欸，因为这样等下卢米纳斯压进化，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打两张指挥官，就算被卡场没错吧，我们都可以打两张指挥官，不管怎么样。他真的是机械，天哪！这边压境。好吧，那这个零就打了吧。哦，画面稍微有点卡，是因为我那个同时在输出啊。同时有在输出那个影片，因为在赶工，所以画面如果有一点点卡的话，先跟大家说声抱歉。他这是进化屋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降几次？五次，然后六协作，这一趟可以做四次协作，没有问题吗？送不太晚呢，尴尬。确实是可以做四次啊，可是送不完。真烦。八。想一下哦，送不完那就这样就好了，那就不要送完。这样好一点嘛，我们还可以再多打一张指挥官，好赚欸。像我们几个指挥官，七个，然后等一下下一turn就会是八九，然后跳一张出来十，完美，跳一张出来十完了之后，下一turn后手七我们就会跳，后手七就会跳成赛了，这应该就算比较上限的情况了。来，黑白残局，残一个，我好像可以再压一颗进化哦。这个
这个，再压一颗进化。这样子跳，然后等一下就十次了。指挥官十次会跳出来，可以新爆很多滴。新爆很多滴的同时，我们可以艾丽卡，然后用这个黑直接操纵进来，然后再加新爆，应该是轻松斩。这个没有回到血，那他完蛋了他。哎呀哎呀，闪耀天使怎么是你哦。刚刚是谁说谁完蛋啦？哭啊。应该还是斩的吧。这边十五压境，好，可以。这边刚好被挡，被那个挡啊！可是你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个伤害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反正刚刚那边就是他解完跳，他只要没有盾，我们一样是能斩的 ，OK 吧？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人はクルミだ。金で割る。这边应该就留一张见习骑士做抽率。来见习，这把其实好像该有的东西好像都有，因为正常来说不太需要两张。就是不太需要两张的边境见习骑士啊，正常来讲，哇，这东西我解不掉嘛，所以我要先打一张大将。我至少我现在解不掉没关系，我至少下一天要解掉。那我下一天要解掉，我要用卢米拉斯法师加见习骑士第二张，用这两个去解，至少要解掉一只。好，那这样我们解掉这张嘛，不能再让他这样刷下去了。21。因为这样我才有办法把它解掉。然后下一趟也行，下一趟我们可以打三张指挥官，三加一加一，三个指挥官。然后协作已经五了，下一趟会是。不一定，四趟可能会是三次或至少三次。
也有可能四次。所以整体上来讲，就算蛮不错的吧。哦，只是他的场面有点强，不太好扛啊。来喽，希望是211啦，这样至少我可以再多截一只。哦，这个也行，这个反正也是多截一只。只是211的话，伤害就不会等下少伤害嘛。211的话，而且协作会多一，会再更厉害一点点。我们这把五腾就可以跳了，蛮舒服的。哇，他直接拍机械降神，然后送一张掉。但他这个应该要八腾才能长我们。我这里五次，等一下，如果这里进一张两费一，哦，我协作几啊？协作九，高，操！更高的上限，各位。还减一是不是？哦，抱歉，我以为这边要跳了，是跳了啦。我是以为是跳那个啊，抱歉。当我不小心就嗨过头了。哇靠！他这个也很厉害。如果等一下给我 ban 出那个出来，再一张那是完蛋嘞。哇，他这波好像有点强，还怎么样的哦？抽一下，抽，好像，我感觉好像也还行。这个六解，这个一解，这个，然后这个解，这个。因为我们要跳那个出来嘛，然后二姐这个，然后压进化给他头 ban 下去啦。我好像其实可以再送一张哦，算了，他也不可能卡，他这样也不可能卡我场，这东西蹦蹦蹦蹦他就死了，四六，他这样也不可能卡我场。然后我们有17血，有宝头，还有宝怪，应该是这里应该是一定不会死。然后我们的哦，想说为什么没有指挥官哦，12次了，蹦蹦蹦，イラつかせてくれるな。这里还有贴膜，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、啊。蹦蹦蹦，他这都解不完呢、欸。诶，他有拿吗？有。哦。啊、他怎么不先打、啊？他这个三有机会是打到这个诶、欸。他怎么不先打？乱打！
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来，跳出来，马桶，嗯。伤害是不是不够啊？三三可以，刚刚好。用这个搭这个。然后这个。这样子就没问题了，还拿到首饰，没拿到首饰也是能斩啊。舒服，马桶黄又新爆，七腾就跳。OK，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一副这个马桶新爆黄的排除效影片啦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你在底下地方留言告诉我啊。这几天就没办法开一台，我们就用影片来陪伴大家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